红来阁屹立在山东登州渤海之滨的丹崖山顶，八海千仞，仙阁凌空，气势雄伟。这里是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乡，也是他年轻时代领兵镇守的海防重地。公元1585年。 明朝万历十三年，年近花甲的戚继光，在经过数十年戎马生涯，建立了显赫的功勋之后，被迫辞官退居临夏，回到他阔别多年的家乡。两年后，明政府由于宦官专权，国势日衰，戚继光忧国忧民。 毅然上书神宗，要求陈情吏治，限制宦官特权。在京师，御史傅光宅请求朝廷再度启用戚继光，遭到当权太监张成的极烈反对。齐少保南征北战，平定海疆，他们都是我朝的栋梁，丰功伟绩。 不容诋毁，住口！圣上皇恩浩荡，顾念你初犯，发俸三年，以示惩戒。啊！如敢再提那个戚某，哼，当心你的脑袋！这退下，还不退下？来啊！ 在，宣锦又为姚指挥使。有请姚指挥使。红春拜见公公。嗯，你看，戚继光在奏本。嗯，有他在，咱们可不得安宁啊。你看该怎么办呢？这。 方公子，哦，清风道长，方公子，你当真要走啊？对，在下归心似箭，特向道长辞行。哦，这京师乃首善之区，繁华之地，公子说走就走，难道毫无留恋吗？在下来京应考武举，名落孙山，如今这繁华之地。 亦是在下的伤心失意之所。
善哉善哉，公子既然执意要走，贫道也不便强留。就不知道公子有没有向他私心啊？谁？公子，紫嫣。紫嫣，公子这么久没来，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。不，我怎么会呢？紫嫣，嗯，我要回乡下去了。啊，你要走？嗯，离家半年，该回去了。那我……姑娘，妈妈来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呢？快走，快走。妈妈，让我和紫嫣姑娘再多说两句吧。哎呀，方公子，我们紫嫣可没功夫啊，人家胡百万、胡员外正等着他去陪酒呢。对不起啊，走吧。紫嫣，啊，四位有请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好好，哎，贫道为公子饯行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多谢道长，干了。请问道长在吗？哦，里边请。哎，哦，原来是于东家。听掌柜的说道长在此，我就来闯席了。哪里哪里，请还请不到呢。请上座。坐。这位是？就是我跟你常提起的那位方公子啊。哦哦，幸会幸会。不用客气。请请坐。请。于东家乃是京中首富，跟他来往的全都是达官贵人呢。哦，失敬失敬。哎，哪里，干了。哎，请请。哎，方公子的令尊就是十年前在冀州阵亡的方国良，方将军。哦，这么说起来我与公子倒有些渊源呐。请问前辈是？令尊与我当年同在齐少保麾下效力，情同手足。令尊报国以后，我才脱离军伍改行经商的。哦，原来是于老伯啊，请受小侄一拜。哎，不必多礼，不必多礼。贤侄年轻英发，不愧将门虎子，令尊泉下有知，也当引以为慰了。不瞒老伯说，小侄应试不第，报国无门，实在愧对先父啊。哎，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，不必强求。喝酒吧。解乐生前一杯酒，何须身后千载名呢？对呀，对呀。客官唱个曲子吧。好，就唱一个吧。好，来来来，道长请啊。请吧。请。来，喝吧。青山在，绿水在，冤家不在，红尘来一场难，情书
公子。啊，紫烟。公子。紫烟。我是在做梦吗？这不是梦，这是我们的吉日良辰。吉日良辰。嗯。吉日良辰。多谢公子救我出了火坑。我救你？公子忘了，你为我赎身的银子是300两啊。啊，300两。哎，从今以后我就是公子的人了。我怎么越弄越糊涂了？请问主持呢？啊，请问你清风道长在哪儿？方贤侄。于老伯。方公子，恭喜恭喜呀，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道长，请问这是？哎，你还不快谢过于东家，是他替紫烟赎了身，一手撮合的好姻缘呐。哦，多谢于老伯。不用谢不用谢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何况令尊与我又是生死之交呢。老伯盛情可感，只是小侄功名未就，仓促之间与紫烟结为夫妇，今后的生计……哎，公子不必过虑，于东家打算在京中替你谋一差事啊。哦，今后手头如有不便，随时到兴隆绸缎庄柜上支取。多谢于老伯，不必多礼。你来，快来拜倒一下。他是戚继光少保啊。戚少保他？你想到哪去了？戚少保的60大寿就快到了，于东家特命贫道在此设坛，祝告天地，为戚少保天福天寿啊。哦，戚少保乃我朝忠良名将，他一生南征北战，不但驱出倭寇平定海疆，又曾镇守北寨令胡虏丧胆，真是一位为国为民的好将军呐、啊！可惜我不能亲自携带寿礼去登州为他祝寿，真是令人遗憾啊。怎么，太夫人她……唉，如今又没有一个忠实可靠的人能替我走一趟，也好聊表我的寸心呐、啊。道长，于老伯他，哎，于东家本来要亲自携带寿礼去登州为戚少保祝寿的，不巧太夫人病重，他就无法前往了。这样，道长，你看在下能否替于老伯去走一趟？你不不不不，怎么好意思劳动贤侄的大驾呢？莫非老伯信不过我？不要误会，贤侄新婚燕尔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老伯说哪里话呀，小侄理当为老伯分忧，义不容辞。不过此去东周不但路途遥远，还怕中途会有险阻，万一……老伯放心，不管有什么艰险，小侄一定将寿礼送到。好吧，请随我来。单一指，这锦盒之内藏有36颗明珠，是稀有之物啊。哦，易肺丹。易肺丹？是，戚少保以前在冀州得了肺病，是我经常托人带了这秘制的易肺丹献给他，服用之后很见功效。这是贤侄的路费，最好早日启程。
我明天一早就走。好，一路之上千万不要招惹是非啊。我知道了。方公子，你可要早去早回，免得紫烟姑娘望穿秋水啊。你带着他，看见了他，就像看见我一样。什么人？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好像有夜行人。夜行人？紫嫣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一个单身女子，凡事都要小心呐。我知道。万一有什么事，可以找吕祖阁的清风道长，他一定会帮你的忙的。哦。店老板，奇怪，谁杀他？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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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快快快！开门啊！快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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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救我！大伯救我！快躲起来！快快快！进去！老板，阿妞呢？你们叫他干什么？我们大爷今天出城打兔子，碰巧没兔子，就把二妞当兔子打了。拿人当兔子，作孽哟！什么作孽不作孽？老王八蛋，少说废话！二妞呢？没瞧见。没瞧见。哈哈！哪来的野种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
我要杀你的头，我要杀你全家！宰了他！你们这帮饭桶还不快上，快上啊！你没闹呢？我没有，没了。大爷，大爷，好险呐、我连眉毛都没了。大爷，这是高手啊！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小子，原来你是奴妻主啊！你也不打听打听大爷我是谁？大爷我是庞公公的明灵义子庞世良，你赶紧给我磕三个响头，叫我三声爷爷，我饶你一条命，只不过要砍掉你的右手。啊！你要砍掉我右手？不错，我大发慈悲，饶你条狗命。真的？你不要我的命？少废话，拿来。是。伸手。伸手？那快呀！大爷，耳朵没了。你说什么？耳朵啊！好小子，你等着瞧，你别跑啊，你别跑啊！算追上仁兄了。好，你找我。仁兄锄强扶弱，武艺高超，实在令人钦佩啊。哪里，在下姓方，名心静，请问仁兄是？在下李无言，考场失意，去黄县访个朋友。方兄要去哪里？在下是京师兴隆绸缎庄的伙计，去登州收账的。哦，真巧，你去登州，我去黄县。可以结伴而行，那真是求之不得呀。走吧。好，驾。我们老爷有话跟你说，请你过去一趟。喂，你有什么话快说吧。这是赏给你的，收下吧。哎，你怎么不领赏啊？哼，我才不稀罕你的银子呢。嗯，站住，你怎么敢这么说呀？我们老爷是当今万岁爷曹国舅的小舅子。哎，住口住口。是。姑娘，昨儿个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何必耍刀弄剑卖这个破艺呢？你跟我葛皇亲做个小姨奶奶，吃的是油，穿的是绸，多么舒服自在呀。是啊，我们老爷是不会亏待你的。真是活见鬼了。去你的。咦，
在下初到宝地，承蒙各位乡亲抬爱，我再练一首走力绳，练得好与不好，请各位多多包涵。一个走江湖卖艺的姑娘，怪可怜的，你就让她混口饭吃，成吗？成成成，好，好，好，滚！老爷，快走吧。李大哥，咱们快走吧。好。请吧。李兄真是一位英雄啊，小弟相见恨晚。好、哦，不敢当。来，啊，来。方兄，你不大像买卖人呐。哦，你深藏不露，武功一定在我之上啊。哎，哪里哪里。我只学过几下拳脚，略懂一点皮毛。当真？二位客官，这账已经有人付了。谁付的？哦，喏，刚才多蒙两位侠士相助，感激不尽。区区小事，不值一提。坐，请吧。请问该怎么称呼姑娘？哦，我叫刘金凤，自小走江湖，人称一阵风。一阵风？嗯，怪不得姑娘身轻如燕呢。请教二位是？在下方心静。李无言。哦，李大侠为了我打死了葛皇亲的教师爷康巴，恐怕会有麻烦吧。姑娘放心，我就是不怕麻烦。那这是干什么？萍水相逢，不能让姑娘会账啊。那你是瞧不起我了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姑娘收下吧，怎么好让你破费呢？收下吧。
既然这样，告辞了。哎，姑娘，哎，算了，让他去吧。哎，两位差官有什么公干吗？他妈的，真邪乎！这沧州地界一天之内连出三案，天没亮，王家老店的老板就被人给杀了。到了晌午啊，庞公公的义子庞世良又在城外的沧州茶馆给人削掉了一只耳朵。哦，到了下半晌啊，桃花堡葛皇亲的教师康巴又叫人给掐死了。哦，这倒是谁干的？哼，谁干的？你们两个干什么的？你们两个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沧州府的。你姓方？我姓方。王家老店的老板叫人杀了，有个住店的姓方的逃跑了。八成你就是。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妈的，挺横的。走，跟我们到衙门走去。走。这位爷才，您是京城来的？怎么，还要带我走吗？不不不不不不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啊！我老多有得罪，你吃错药了，你这……你少废话！对不起，走，快走啊你！李兄，他们这是。谁？李兄，是你。我特意试试你的武功，不错嘛。惭愧惭愧。哎，李兄，刚才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夜行人呢？见到了，可惜他身轻如燕，一晃眼就不见了。这个夜行人我在京师也好像见过。京师，他一路跟踪你。也许你真的没杀那个王老板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他后脑勺中了袖箭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暗算他。哦，这会是谁呢？不知道。方兄，你行囊之中有什么贵重之物吧？没有啊，里面只有两个账本，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些路费。真的啊？这就奇怪了。哦，夜深了，明天还要赶路，早点歇息吧。好，请。请。
小心谨慎，千万不能泄露。二位客官，请坐，请。刘姑娘，歇歇脚，喝杯茶吧。好，来，歇会儿吧。请。请坐。哎，谢谢。昨晚失礼得很，还请二位多多包涵。懒得话，你请了我们喝酒，我们还没道谢呢。刘姑娘，要到哪里去啊？哎，这沧州地界是待不住，我想到登州去看一位叔父。哦，去登州？嗯，那好啊。我们可以结伴而行啊。哦，二位也到登州？哦，不，我到黄县，他去登州。哦，二位恐怕从京里出来有什么公干吧？不，我是个科场失意的武举，到黄县访友。哦，那么这位方大哥呢？我是京师绸缎庄的伙计，去登州收账的。伙计，不像吧？看你这个包袱寸步不离，恐怕里面藏着什么宝贝。这，嘿嘿，哪里哪里，姑娘可真会说笑话。什么事儿？快逃吧，倭寇又来了。少保，不好了，倭寇又窜到咱们羊角沟这一带来了，奸淫掳掠，杀人放火啊。是啊，我听说了，万恶的倭寇飘忽不定，十分狡猾，说不定哪天他们就会闯到咱们登州来的。少保，您是抗倭名将，难道眼见倭寇到处肆虐，你就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吗？对呀、啊、众位乡亲们，我已经辞官告老还乡了。少保，你应该扶官，再为我们国家，再为我们老百姓做更多的事啊。Yeah!
李怀哥，倭寇的毒箭。李大哥，怎么样？好，来吧。动手吧。嗯。去拿点水来。哎，刘姑娘，嗯，谢谢你了。谢什么？要不是为了救我，你也不至于受伤啊。李大哥，你说你是不是云中鹏？云中鹏是谁呀？你别装糊涂了，云中鹏是名震京师、劫富济贫的侠盗，据说他左臂上刺有一只金翅大鹏。左臂上刺大鹏的有的是，难道只有云中鹏一个人吗？这么说你不是云中鹏。难道是锦衣卫？这话从何说起呢？你身上的那块腰牌就是锦衣卫的标记。你为什么发笑？好，跟你直说了吧。三个月前在京师，我路见不平，杀了一个作恶多端的锦衣卫，取下了他的腰牌，就是这面。咦，不见了。大概在羊角沟丢失了。刘姑娘，水来了。小心！啊！怎么又跑了？连个人影都不见。你看，这剑我好像见过。在哪儿？一时想不起来了。奇怪，这个人老盯着我们，他冲着谁呢？大概冲着我。你？哎，李大哥，刘姑娘，实不相瞒，我并不是绸缎庄的伙计，我和李兄一样，也是个会考落地的武举，在京师受人之托去登州为七少保贺寿的。我的包袱里面就是送给他的寿礼，我一路上小心谨慎，唯恐有什么差错。哦，怪不得。李大哥，真惭愧啊，当初我对你们二位都存有戒心呐。方兄吐露佩服之言，快人快语，在下愿意追随方兄护送寿礼到登州。哦，好啊，如果你们不嫌弃，我也跟你们一块去。好啊，实在太好了。李大哥。啊，李大哥。李大哥，李大哥。查见了，查见了。啊，
一阵风跑到这儿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哈，两男一女混杂在一起，非奸即地道。你胡说什么？起来起来，查掉了。不行，他受了伤。他怎么受的伤？在羊角沟被倭寇射了一箭。倭寇？不会吧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京师兴隆绸缎庄的伙计，去登州收账的。姓什么？姓方。啊哈，在十里铺王家老店住一宿的就是你。不错。行李呢？我就一个包袱。一个也得看。什么收账的？你是去登州给戚继光送礼的？明珠一匣三十六克，打开看看。东家吩咐送给少保的寿礼，任何人也不能私自开取。什么东家？他算老几？我是沧州府的侯班头，奉了知府大人的手令来捉拿你们三个人归案的，这里头八成是赃物。好吧，你一定要看，自己开吧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当心点儿。李大哥！李大哥！李大哥！李大哥，你怎么样？李大哥！李大哥！李大哥！你快醒醒吧，李大哥！李大哥，李大哥。李大哥，你冷吗？哦，我不冷。不，你披着吧。冷啊，冷啊，冷啊。李大哥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送我到黄县去找飞天湖杜俊，只有他才能够救我。飞天湖杜俊？杜大哥怎么样了？万幸，这条胳膊总算保住了。哦，那我们几时可以走？哈哈哈。
明天就上路吧。杜大哥，你真是华佗在世。不敢不敢。他不但是名医，还是江湖上轻功绝顶、善用暗器的英雄好汉呢。哎，哪里哪里。哦，方兄，哈哈，到登州见了七少保，别忘了替我磕个头，就说草野之人杜俊敬祝少保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小弟知道。哦，杜大哥，这种暗器请你鉴别一下。哎，这是倭寇使用的36连珠箭呢、啊。倭寇。嗯。哎，当心。是个倭寇，拖出去。是。我想一路上跟踪方兄的，恐怕就是这个倭寇。这个人我见过。见过？在哪儿？我曾在京师吕祖阁住了半年，他就是那儿的哑巴火工道人。哎，刚才我听见他跟你讲话的。哦，他是装哑巴。奇怪，我看他对方兄并无恶意，那为什么要跟踪你呢？哦，是啊，他要是看中你携带的礼物，早就下手了。嗯，莫非为了你？我？咱们俩一别三年，你是不是接了什么新的仇家？我一无仇家，二无对头，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跟踪我干什么呢？难道跟七少保有关？这话怎么讲？你们听说有个叫杨四卫的人吗？杨四卫？嗯，他是冀州的总兵啊。对，这个杨四卫是七少保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可是他不但知恩不报，反而到处散布谣言，陷害少保，要取代他的地位，恨不得他死去才好。哦，你是说杨四卫想刺杀七少保？很难讲。起义在。人们常说蓬莱是仙境，可以见到海市蜃楼的奇景，还可能遇上神仙。哎，为什么我总是见不到呢？回少保，有没有神仙小人不知道，少保要看海市蜃楼的奇景，一要等，二要靠缘分呐。可惜我既无缘分，又不能久等了。父亲，父亲，我替你拟了份奏本，请求圣上准你复官，再为朝廷效劳。是吗？嗯，文字写得通顺，意思也还贴切。真的吗？父亲，这……
我请求圣上陈清吏治限制宦官特权的奏本，有如石沉大海，而御史傅大人为了保举我副官，也害得他罚俸三年，几乎连性命都保不住了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这刘姑娘，哎，咱们千辛万苦，总算来到登州地界，明天正好赶上给少保拜寿，李大哥备了一些酒菜，说是给少保暖寿，请你过去喝几杯啊。哦，不了，我要去看我叔叔，你们多喝几杯。父亲，您把这诗集孩儿找来了。好，父亲又作诗了。日月不知双鬓改，乾坤尚许此身留，从此复起相关目，一片云飞天际头。公子啊，什么事啊？公子，明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哦，是父亲的六十寿辰吗？对了，明天是少保大喜之日，你可别忘了今天晚上给他暖寿啊。对。夫舍天归其居。父亲，明天是您的大寿之期，孩儿为您暖寿。免了免了，坐下。孩儿敬父亲一杯酒，祝您福寿康宁。不，我此刻有些郁闷，酒还是不喝了吧。不要喝，要喝的，喝了会畅快点。父亲您喝吗？喝。就一杯。就一杯。嗯，我去准备点心，您看书吧。请。哎，这个姑娘，你找谁呀？我是来送信的，要见七少保。哦。夜深了，家主人早就歇息了，你要有信交给我好了。这谁呀？这位是七公子吗？不敢，请问有事吗？在下刘金凤，是奉御史傅大人之命来给少保送信的。尔来鼠辈蠢蠢欲动，含沙射影，暗伏杀机，切盼我宫加以防范，好自为之。好，我立刻呈送家父，有劳姑娘了。不用客气，
明天再来给少保拜寿，告辞了。不送了。怎么了，父亲？父亲，你怎么了？你说呀，你快说话呀！父亲，父亲，你快说呀！父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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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亲。七公子，在下方新敬，受京师于承忠先生之托，特来登州向少保献礼拜寿。万万想不到他，家主人突然去世，实在是令人悲痛啊。请问公子，少保得的是什么疾症啊？家父早在冀州之时，已得了肺病。肺病？是啊。昨晚上他老人家旧病突发，不省人事，等到大夫赶来抢救，唉，已经回天乏术了。在下不远千里而来，这份寿礼还请公子收下。家门遭此巨变，小弟不敢收礼，请阁下带回。啊，公子如果不收，在下回京难以向于先生交代呀。于先生不会见怪的，他知道先父在世之日从不作寿，也从不收礼。哦，原来好好的怎么一夜之间就突然死去，实在令人奇怪。七少保晚景凄凉，身后萧条，难道这就是忠良的下场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明天我们也要分手了。你去历城，我回京师，你们如果上京，只要问吕祖阁清风道长，便知我的下落。清风道长？嗯。刘姑娘，你打算去哪儿？我还没有定。我们三个人虽然是萍水相逢，但一路上意气相投，可算是患难之交啊。人与人之间都是个缘字，有缘相会，缘尽而别。刘姑娘，你说对吗？家里人，姑苏城外寒山市，野渡无人，周自红。好，果然是将军到了，是我下的毒，把他毒死的。嗯，
看见了。将军，我尽忠职守30年，该告老了，该让我回家了。对，我送你回老家。紫嫣，紫嫣，紫嫣，我回来了。请问于东家在吗？于东家？哎，他早已去世了。哦，哎，我是说于城中啊。是啊，他老人家已经去世半年多了。方公子回来了，一路上辛苦了。哼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说不上什么辛苦。唉，没想到七少保这么快就归天了。少保突然去世，于先生的这份礼物七公子不肯收，只好把他带回来了。什么？寿礼没有送到七少保手上？礼物在此，原封未动。啊，这就奇怪了。请问道长，那个哑巴火攻道人还在这儿吧？他一个多月前他回山东老家去了。那谢子烟呢？公子的宝卷。对，他在哪儿？贫道是方外之人，怎么会知道他的下落呢？那么于城中你总该常见了吧？不不，贫道很久没有看见他。哦，那这份礼物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就交给我好了。我不行，我一定要亲自交给于城中。这个好好好，那你就交给我于城中好了。哼，你不是于城中。嗯，于城中早就死了。啊，你是假的，你也是假的，那个火攻道人也是假的，他不但不是个哑巴，还是个心狠手辣的倭寇。藤田次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他已经死了。啊，死了？你说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假冒于城中？哼，告诉你也无妨，我就是杨思卫。啊，你就是七少保一手提拔然后就陷害他的杨思卫？住口！你要知道你在跟谁讲话。镇守冀州的总兵官。总兵官？你给七少保送礼绝不会安什么好心，那批易费丹准是毒药。你胡说。我明白了，是他勾进了这个倭寇，布下了圈套，假冒于城中的名义想借我的手来毒死七少保。你们太狠毒太卑鄙了。小子你错了，我不是倭寇，我是蒙古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侄子长昂，我要除掉戚继光为我叔叔报仇。哦，那个藤田次郎
只是奉我之命，一路上保护你的。保护？不见得吧。哦，你们是想借我的手毒死七少保之后，再由那个倭寇来杀我灭口？你倒也挺聪明的。光没有服我亲手配制的毒药，他怎么会突然去世的？难道下手的另有其人？找你找得好苦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你走后不久，那个清风妖道就把我骗了来，他要霸占我，我宁死不从，他就把我打入了地牢。哎呦，紫嫣，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喝了他们给我的，哎呦，哎呦，紫嫣，你怎么了？戚某一死，除了您的心腹之患，升官发财指日可待啊！您怎么酬谢贫道我啊？你的意思是？我就是喜欢这种小玩意儿。哦、好，就送给你吧。哦。嗯。杨大人。这里头没有什么花样吧？哎、你这个人疑心也未免太重了。那怎么样？哎，哦，哎呦，珍珠啊！哎呦，啊！你啊！师妹，杨总兵，久仰了。哦，原来是个过路的，我这里有点值钱的东西，拿去快走，我绝不追究。你们的毒针毒药，七少保没用上，就想给我用啊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猜呢？我猜。哼，我猜你死到临头了。嘿嘿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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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皇兄，皇兄！啊，李大哥，是你！走，快离开这个地方。多谢李兄搭救之恩。哈哈，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。哎，李兄本来要去历城，为何又来京师呢？哈，在登州蓬莱阁，你提起清风这个妖道，我就为之不安。分手之后想来想去，还是赶来探望你。果然，你中了他们的圈套，几乎遭了毒手。哎，都怪我涉世未深，才受到奸人的欺骗了。吃一堑，长一智啊！往后可要带眼识人呢、啊。是啊，方兄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再去登州一趟。去登州？为什么？齐少保的死因越来越令人可疑，我想去查明真相。哦，事不关己，还是少管闲事。不，我一定要去。当真？嗯，明天就走。明天？也好，让我送你一程。李大哥，不必远送了，请回去吧。不，再送你一程。现在可以回去了，你走吧。多谢李大哥，后会有期。请吧。李兄，你这是？不瞒你说，我是奉命差遣，身不由己。上面叫我追杀暗害戚继光的凶手。念在你我朋友一场，我不忍下手，所以将你移交刑部。我暗害戚少保，你血口喷人，哼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呢？无耻！姓方的，乖乖的跟他们走吧。
你想逃？没那么容易吧？人了，你不是云中鹏，你是锦衣卫的爪牙。你怎么知道？刘姑娘，那天晚上在登州七少保的坟前，我在大树后面亲眼看见他杀死七义。啊！原来七义这个老贼也是锦衣卫的人，是他毒死了七少保，而你又杀他灭口。你全说对了，就一样错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我就是，云中鹏。你，你被锦衣卫收买了？不，招安了。啊！你这个禽兽！哎！此出差登州，除去了七义，回京之后又除去了杨四卫，一石二鸟，你办得很好啊！这全凭大人指挥有方。只不过方新敬是何等样人，你竟未能将他剪除，难道他的武功还在你之上？此人武艺平凡，是卑职一时大意，被他漏网了。难道就此罢了不成？不。大人请放心，卑职定能在一月之内将方某缉拿归案。用不着你了，你还是养伤去吧。是，卑职告退。慢着，按照家里的规矩，办完了公事应该赏酒一杯。李将军请吧。
你为什么不领赏啊？回大人，卑职负伤，不能饮酒。那好吧，回去歇息吧。多谢大人。公公，您请过目。你办得好，干净利落。公公过奖。